2015年的11月12号，正前方是松雪楼，可以看到整个合欢山的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云海啊。那现在温度大概是2度的部分，整个风速2.3米每秒，还有包括风力2级的部分，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地质跟地貌，还有包括很许多的一些人文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，这边是台十四甲线松雪楼的部分，还是属于花莲的秀林乡。现在呢可以看到整个雨量是4.5毫米的部分，有个很多人爬最上面，这是合欢的北峰的部分哦。晚上的话天气还是很冷的部分，可以看得出来哈、哦。哇，真的是 beautiful， 太棒了。那这边就人就会比较多了，来看一下这边。山的部分，这边海拔3158。